嗨，晚安，各位晚安，大家好，就是这么准时，因为我控制哥控制时间，谢谢。Hello，线上的朋友，大家晚安。哇，好像这算是第一次在 IG 直播吧？以前都是在 FB 啦，IG 那时候很少直播。Hello，比天高晚安，Kitty 晚安。啊，谢谢毛毛。对，以前都在 FB 直播呢，今天是在 IG 直播。庞庸之啊，庞哥哦，哎，庞哥，庞哥晚安了，庞哥。哇，想不到在家真的没事哈、哦，啊，收看那个 IG 直播哈、哦，庞哥。嗨，Anita，谢谢大家。这里的IG 的直播可以分享吗？可以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吗？因为这个阿雅晚安，这个IG 的名字都是英文名字啊，啊我的英文程度不是很好，我尽可能哦把大家的名字都讲对好了。吃饭了吃饭了，呼吁吗？Hello，阿唐。阿张好，齐亚好，怎么突然在 IG 直播？没有，又想说换个地方，来跟大家聊聊天，这样不舒服哦。我跟你讲哦，不舒服。他们现在正在外面打电动，不要来吵我。然后毛毛说怎么没有帮他送餐，你又没点餐，嘿嘿。嗨嗨，这个妹说舒服嘞，在哪里？他们现在在打电动，是这样子的。今天呢，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新闻，然后宣布我们三级警戒要延到7月12这样。Oh my god！如果有人问我说心情怎么样，我觉得我算是已经麻痹了，就是反正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先待在家里好好的防疫这样，然后反正你现在如果。6·28解封开放了，小朋友也放暑假了，所以其实有解没解都一样，只是现在比较难过的是，目前工作上面来讲的话，大家都是待在家里面的。我还有没有新的方法跟不舒服玩呢、哦？我最近真的没有了，干脆买电动给他们打这样。那这一周的这个谁呢？MCUS 0209，他问我说这一周。新时代要去体验什么？大家看播出就会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大家看播出，因为我好像也没有背起来。百香果农是这礼拜播还是上礼拜播？对，Tina Wang 完完全全影响收入了。下个月领薪水的时候，我应该领到零吧？我真的，因为整个6月份都没有工作啊，就6月初嘛。对啊，那7月份如果要领薪水，或者8月份要领7月份，我那就会比较惨一点。好，存档已经没有了，新时代的存档已经没有了。Sam，那个新时代现在也要准备进入到直播了。本来我们要录，其实为什么像综艺大集合啊？他综艺大集合他那个直播，他那个播出比新时代还要早播重播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新时代录的比较多。为什么新时代会录的比较多一点呢？因为那个时候。大概在4、5月的时候，我们多录了很多集，为了就是想说，到了暑假，然后我跟耗子可以请假一下，然后带小朋友放暑假，这样就没，所以我们就多录了比较多。那没有想到，这个暑假我看也泡汤了，这样。现在闹着玩这整个礼拜都是在播一些精选集啦。那因为我们闹着玩也没有办法出外景啊。然后弯路一直问我说：“手机一直在响吗？”诶，有可能吧。我也因为我是第一次 IG 直播，手机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的话，是不是就会一直响？不然庞哥你要打电话给我试试看吗？小胖寄的食物我还有留着哦，小胖寄的东西蛮好吃的耶。邀请朋友跟我聊天是不是？我来看看好了，我看看这边有谁。
这个是，等一下，看，虾皮生哦，虾皮在家干嘛？没有办法逛街，就是逛虾皮这样子。我找到一个了，我刚刚一上去看郭婷云，哇，嗨嗨，郭婷云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，好，可以，这样可行以吧？吗？可以，你在干嘛？没，我刚才追剧啊，等下我叫你哦，追剧啊，然后刚追刚，剧是。对啊，我下午有也直播了一下啊，你下午也有直播哦，我好像有看到你的直播，这一阵子一直在 FB 直播，一直断掉，怎么会这样？不知道，所以我也是，我刚刚想说，我看很多。嗯，最近都那个什么 IG 直播，然后对对对，看到你在播，想说给你邀请加入，看你会不会把我邀请进去。有有有，我跟你讲哦，线上朋友有一些人，有新的朋友，我也可以再邀他进来。好啊，还有谁啊？然后我跟你讲哦，有一些粉丝，因为我是用号角响起的 IG 开的嘛，那有一些粉丝一直说邀号子哦，那我在这边再次声明，号子他没有 IG 没有 FB，所以我不能邀他哎，除非他在我家啦，不然我们两个很难出现同一个 IG。生活不会很无趣吗？哦，他是不是一个比较属于就是走一个比较老人路线？他越无趣，他越自然，这样越自在。没有 FB，我吓到。对啊，没有 FBI 也没有 IG 这样啊，很多人想要看号子，想要看号子的话，就麻烦大家每周五晚上10:15准时收看综艺新时代，哦，好不好？啊，还有那个还闹着玩也可以看一下，蔡佳邀真请上哎、欸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然后看一下他，有，他我真看的，到，哦，我看到，哇，不得了，对，哦。谢谢谢谢维尼哦，谢谢我邀请了一个新朋友蔡佳珍，哇，新朋友，赶快赶快给蔡佳珍掌声鼓励一下，赶快赶快，好棒好棒好棒，耗子哥不用担心他，他有红酒陪伴呐、哦，那个红酒陪伴就是你写的。大哥，你说我在化妆，你要上有化？哎，我今天又有直播，好不好？在家也要美美的啊，拜托。有，他下午4:30直播嘛？你说我？我说蔡家珍，哎，我也是4:30哎、欸，我哦，看你也是看四点到半，谁？翔哥，你看到谁？你不会把婷玉认成我吧？不太可能哦，这不太可能。前阵子真的有一张照片，就是人家都认成他，所以他很拜生托，不要说。那谁要难过？你们如果被互相我被难认过吧，是我难过。认，哎 好啦，我刚刚不要讲讲，我刚刚蔡家珍一上来，我叫大家掌声鼓励鼓励鼓励，欢迎欢迎。就是谢谢。我也还没有亲口跟蔡家珍恭喜恭喜，今年入围了台语的金曲奖的台语女歌后嘛，对不对？恭喜恭喜哈！谢谢杨哥。好，没有没有没有啊，因为这个最近疫情的关系啊，对啊，这个，然后参加直播，我找他一起来吧。谁呀谁呀？万安啊，彭正啊，哦，彭你正，跟他说挤，你跟他说你们那个框会挤不下。我就要来挤挤看你，来挤挤看你。等一下，他坐后面呢、对呀、不行，哦，挤不下，挤不下，挤不下，挤不反下正我挤不下啊，可以对啦。哎 啦，今麦克散了等一啦。下，我知道，我把那个桥后面，你去那边把桥好。你们两个坐后面一点啦。等一下，好了，把手机放前面一点啦。停，好，这样啊，很好，OK，有啦，今麦克散了啦。这样可以吧？哦，哎，可以可以，可可以，以啦。欢迎哎，欢迎哎，哇，这个郭婷云哦，这个今年出了这一张新专辑哈，对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有跟老公彭正一起合唱嘛。但是我老公在。4月份也发了自己，他人生当中，他等了38年的第一张专，哎，对，对，就等是好久哦。等好久，真的。对呀、啊。哎，不得了哎，你看看哦，只要是其实哦，只要是待到这个我们公司有没有大艺有没有台语的歌手，都跟金曲奖很有缘分呢，对不对？你看你那个真的，2015年也有入围嘛。
我第一张很开心，我就入围耶，我真的是超爽的耶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蔡徐坤也入围，对不对？这新的一张专辑就入围。那郭婷宇是2015年又入围嘛？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刚查资料哈？哎、欸，我要稍微看一下。那你看之前曾经是我们同公司的许富凯、曹雅文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跟金曲奖很有缘呢、欸那个。你看连搭档浩子他都入围。哎、欸，妈，只有郭宗佑没入围。你郭宗佑，郭宗佑，对对对对，他很在乎啦，上了。郭宗佑很在乎啦，我在看哦、喔，他很 care 好不好？对啊，对，他心里很受伤。浩子哥今年也有入围啊，浩子哥全创作，浩子哥也有入围啊，对啊。来来来，讲到浩子，我又要一个好朋友。哎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鼓励。好久不见。耶、yeah! ！金曲歌王哎、欸，啊！金曲歌王，哇！金曲歌王，我跟金曲歌王一起在直播哎、欸！不要这样子，我开心了，恭喜啊，恭喜！谢谢谢谢，大家好吗？对，好、啊嗯、哇！看到你们都入围，我们都很好啊！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耶、yeah, 啊！哎呀，啊，你今天晚上煮完饭了没有？哎，我下午就煮完了。下午是。你下午四点半煮的嘛？差不多，对啊，对啊，差不多，对嘛，差不多啊。哎呀，差不多啊。翔哥每个码都说四点半，啊、是吗？对。这样啊，因为哎，难得遇到这么多好朋友。哎、欸、，IG 直播最多四个吗？对，三五个。哦，最多四个、哦。最多四个。哦，那我们破天荒，我们五个。五个。因为那一边站了两个。对的。好、哦，那个哎、欸，请问一下，有粉丝在说赵小姐，粉丝说我们 IG 有人开滤镜开很严重吗？是在讲谁啊？许富凯，你不用啊？许富凯，你开的吗？我没开啊，这可以开啊，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怎么开？我看一下。我也没开。欸、有，可以。滤镜怎么？啊、欸哦，这个也是人呐、啊哦！来来，快上。有了。哦，搞嘞搞嘞，真搞音嘞，是在大楼。哎、欸，好好玩哦！哎、欸，有啦，可以啦，哦，有啦，哎、欸，哦，有啦，有啦，那一天不是在玩？哦，哦，对对对，你不是在跟？哎、欸，可以哎，有，对，哦、真的哎，想都不会有那么对，对啊，有一个人脸的，还有流鼻血的啦。哦哦哦！对不起，我误会了，是说我们没有开滤镜就很好看的，不是叫我们开啦。哦，是叫我们开。真会讲话，哎呀，真会讲话，粉丝们人真好。所以这样啦，这样啦，我跟你讲，既然你需要开这么多人吗？郭婷宇，十一个啦，你这样 double 了啦，人太多挤不进去啊。怕我，好不好？他的意思是说人不要太大，现在很小啦，开四个框。对啊。没有啦，我说实在的，大家真的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面，对，然后也都好久没有出来，也没有碰到面。是，我而且一次来太多了，我都不晓得要跟谁聊。而且因为我也这是我第一次在 IG 直播，然后我们展阿公可以邀这么多人这样。哦，哎、欸，我第二次，我上次测试大概只有十几个人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，你们知道郭婷会用直播是我教，是我教他的、欸，他不会用 IG 哦。啊真的吗我会用 IG 是蔡家珍教我，他是我的老师。对他一开始还不知道 IG 是什么哎、欸，你们说夸不夸张？夸张哎，真不行啊！那个浩子没账号，他都知道 IG 是什么。他真的是老人。对啊，是老人。这样子啊，我先让这个大家慢慢讲一下，好不好？第一个郭婷云上来的嘛，让大家知道一下，这个跟老公合唱的这首歌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我，好，我先分段讲，我是3月18发片，不是啦，不要分段讲啦，就一次讲完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不是，因为我们唱很多首啊，我们就是这次专辑很多首合唱，对，然后、总而言之就是我今年有发片，新来武力这张专辑，希望大家知道。然后 One On 四月的时候也已经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，叫做《龙柱行虾》。然后我们龙柱行虾，对他有我们很多首合唱的歌，有快歌，有轻快的歌。哎，有快歌，什么叫有快歌有轻快歌？就是有快歌有慢歌啦。嗯，来了 MV 很可爱，有一首歌叫做《勇爱彪悍》，我们两个是大型版的
大熊跟静香，哎，你们可以哦，这样子哦，这么可爱，很可爱。大熊跟静香哦，满版的，满版的，满版的。哇，你这跟他一团比静香团啊，哎呀、啊，啊，许富凯，你的网络是不见了哟。许富凯定格了，他好像有点卡卡的、欸。他卡卡了，他先出去了。嗯啊，等下就进来。啊，他等下就进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他等一下就会再上，我再邀请他一次。好，哎、欸，有人说阿翔真的是控制哥扛错整个直播，对他连我要分段讲，拍谁，滑出去啦！啊，你出去干嘛啦？对，我要调东西就滑出去了啦。哦，还要调滤镜，人家都说 OK 了，还要调。那线上的朋友，我也跟你们讲一下，如果像上个礼拜那个像个彭正跟郭庭筠有来我们综艺新时代嘛，哦，那如果没看到的人可以回那个 YouTube 再点选回来看一下，然后就会更加知道这个他们这个新专辑啊，也可以到他们的 YouTube 去搜寻一下他们的歌，对不对？那是你在我心内的幸福嘛，对不对？心内有你是幸福，这是外国。你看我背了多少？心内有你是幸福。翔哥，你刚刚讲的那个好像是我的主题曲、欸，对啊，你的主题，我知道，对对对对，你的主题曲啦，心内啦，想要跟你了解我啦，我哪是你想要了解我啦，哪是你想要了解我哈，对啦，你们都太像了啦，像许富凯又聪明了，十哥有没有？就两个字而已，比较好一点，好，谢谢，好啦，那我们嘉诚。你听到你好像说哦入围了金曲奖，然后你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？我超惊讶的啊，然后我是又哭又叫的，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真的、哦，别这么讲，别这么讲。就是这有你不要这么讲啊，浩子我才会觉得不可思议。因为是第一张专辑啊，而且我之前真的不太会讲台语，然后我因为这张专辑，我就是去听了很多台语歌，然后才把那个台语的咬字，就是把它就是在录音室里面折腾很久，然后就觉得这一张专辑，里面还有我自己写的歌，有五首歌写的，我就觉得哇，感谢评审老师的肯定，觉得很谢谢。台女啊，台女啊，厉害啦！这个第一张专辑，第二张专辑吧，第二张。第一张是华语，第二张是台语。台语，对对对对对，这算第二张。那个许富凯，你有听过蔡家珍这张专辑吗？有听过啊。没关系啊，可以讲跟没有没关系啊，可以讲没有。有送我？为什么没有拿到？有啊，我去你的节目，我有送你黄金年代。啊呵，哪里啊狂啊？没有来黄金年代。阿赫，有，你有听到吗？好了，你有没有听过他的歌？我吗？这一张啊，有听过，因为 KK Bus 那些什么都可以听啊。那你觉得他的机会今年大吗？因为你算是这里面你有没有算老资格、老经验？哦，第七次了嘛。第七次，对，入围最多次了，入围啦，哎。对，入围嘛，希望到此结束，到此为止，好不好？今年就给他拿下来了，好不好？希望，对啊，我有听啊他的专辑，因为跟其他比较起来，他是比较清新的那一种女生的声音，是哦，对，啊，因为其他都是唱降级的啊，比如说，海军，对啊，他就是比较做大白的那一种，唱歌方式比较传统一点的。对，那他是比较清新，另外一种路啦，对，爱的清新可以啦，哎、欸，说不定这种清新感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啦，难讲，对啊，期待啦，期待，加油啦！我也是有认真看蔡家珍的专辑，但是我看他的，我在听他的歌的时候，看 MV 都是在看男主角，谁啊？就是一个很帅，你不要好不好？你不是结婚了，你干嘛这样子啦？对、欸，你旁边老公在旁边呢、欸。我老公说：“没安娜这 T T， 他不怕，他担心的。”我说：“我那常跟他说，会不会担心我被拔走吗？”他说：“完全没有的。”担心你被拔走。那个压力很大。啊，不要了，放松心情啊。那
你那个演唱会呢？演唱会现在一直延期耶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就是等政府的那个啊，看什么时候可以开放，在就七月十二嘛，所以就是目就是到七月十二啊，目前那你就办七月十三嘛，第一天就给他办了，要紧的，要死过，从五月底等到啥啊？那个要重新申请那些很多程序很麻烦、哦、啊，真的、哦，对，这要这么嗨，好那这么刺激，希望那个，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就宅在家里面嘛，哦，疫情的期间大家是共体时间，大家加油啦！你看、嗯、大家都在家里煮菜嘛，对，你也在煮菜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郭廷敏一定要弄东西给小孩喝的嘛，你煮菜就是喂母奶，是不是？他没有喂母奶了，现在还有在喂母奶吗？我小孩都是现在小孩都没有在喝母奶，母奶都是我。什么？很久没。你说母奶是谁喝？歪了，什么东西没听到？我儿子都是在我娘家，他住娘家，因为我妈空间做我自己的事情，所以我妈都会帮我顾。然后我在家基本上我不太需要下厨，因为我不太会下厨，我大概只会煎蛋。啊，安尼唔通啦，嘿，安尼唔通，爱练啦。像我在家里，我这段期间我可是学会了六七十种早餐呢，弄给小孩子吃。六七十种，你知道早餐，你知道吐司可以做这么多变化吗？有六七十种，你要不要出？你可以上，不用，你到 YouTube， 大家到 YouTube 搜寻今天想什么，就可以看到我做早餐了。就是想什么？今天想什么？我是脑海里有六七十种，因为长度的关系，影片长度我做六种而已，所以其实还有很多。好烦啊、喔，烦死了。好了，那个 Annie 说 ，Annie 说哈，小凯，我们等你哦、喔，你的演唱会啦 ，Annie 有跟你加油打气的，好不好？哦，那大家都在等傅凯的演唱会啦。嗯、我们再来想想，我们再来等等看，是演唱会先还是金曲奖先？可以熬一下，可以拼一把、哦、对、啊。如果你是金曲奖的时候，哦，因为演唱会在后面，你就是得奖之后开演唱会，哇，那个很嗨哦。啊，如果你是对不对，没拿到的话，在金曲奖会心情受影响，你要想清楚啦，要想清楚。压力好大。你这样讲，我根本就不开心了吧？可是今年是会得我觉得应该机会很大，应该轮到他了啦，因为。那蔡家珍你觉得咧？因为蔡家珍齁，他跟浩子也蛮妙，他跟浩子今年都第一次入围、哦。不是，对对对对，蔡家珍跟浩子都今年第一次入围。那蔡家珍跟浩子的专辑，我们有合唱一首。对，而且当初我们去上《明日之星》合唱的时候，你还很小的时候，你也是跟浩子一起合唱。嗯，算是有个缘分啊、嗯。那你觉得浩子跟许富凯谁的机会比较高？可是我刚刚不然就是，台语男歌手许富凯，然后台语专辑奖浩子哥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就是那这样许富凯会开心吗？许富凯三项都在中，你敢讲伊敢丢一项尔？伊三项都没丢，没赛啦，没赛。好啦，OK 啦，一人能够拿到一个已经不得了，那最应该这么说。应该这么说，大家都你们都入围了，都很不得了，已经都是很不简单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谢谢。好了，聊太多了，这样。好啦，那个，我们上来，我们大家都上来了，不然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了。哎呦，玩游戏？什么游戏？嗯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啊。也能什么游戏啊？难得大家可以在线上玩。那我们就玩讲笑话的游戏好了。太难了，没有啦，笑话本身出来的没有啦，不是啊，开玩笑。讲笑话有什么好玩的？对啊，我们就玩那个最近大家一直在线上也会玩的，这个支援前线好了，就有人出题，然后剩下的三组就去找东西啊，看谁找得快。哦，啊，几好不好？几秒？你说找东西找几秒啊？对，要限时间。好，要限几秒？哎呦，那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太长啊，怕大家找东西空太久。
对，那我们就280秒以内要找到。怎么啦？280秒？到明天？十啊不不，你们说十秒、十五秒、十秒还是十五秒？我觉得30秒啦，太长了啦。30秒，那直播是要报到明仔？20。你家是很大是不是？要跑多远？你家很大呀。好啦，你们讲，你们讲啊。搭车啊。啊。哦，这样啦，15秒。15秒。啊，我们哎呀，我们就一个人出几题。一个人出，先一个人出3题好了。3题，好，好不好？啊，15秒，那可以吗？那如果家里没有那个东西的嘞？家里没有东西的就断线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家里没有这个东西哦，很不公平哎，因为像比如说我说一个小朋友的玩具，那你们两个都没有啊？对啊，对，一定要家里都会有，正常逻辑下，好。好不好？正常逻辑下，好，就是家里没有会有，可以吗？好，不要太尖锐了，那种找不到的无趣啊，要找到要拿出来，好不好？那输赢要怎么样？出那个太难的那种给我们。输的哈，输的等一下我们4个人都出完题目之后会累积分数啊，输的人就惩罚。怎么惩罚？惩罚什么？先讲一下啊，因为这样才有动力啊。好啊，那惩罚那个画脸，画脸，画脸哦，拿彩色笔吗？还是什么？彩色笔，提一笔，彩色不要说卸掉，我先下线了啊。那个，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好了，开玩笑，不然那个啦，那个眉笔吧，大家都有化妆嘛，眉笔还是什么很可以卸妆的这种。好了，合理啦，合理啦，合理啦啊，哎呀，合理啦，合理啦 ，OK， 嗯，好不好？啊，赢的人，哎、欸，你看啊，像赢的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谁啊，那个 HUIJIE Huge， 还有 Uncontrolled Ma， 啊，不太会念。啊，那个应该是傅凯的粉丝哦，他说唱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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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边画边唱歌哦，不是啦，没有赢的，哎、欸，边画边唱歌哦，不行，他会乱，应该是赢的人有机会唱歌。赢的人唱歌，欸、那惨了！如果我赢了怎么办？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对啊，八八八，你可以唱卡丁的呀。不啦不啦，输的咱就画脸，赢才去讲，赢看伊要什么拢会使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赢迄个啦，啊二三名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那开始。等一下。OK， 那谁先啊？我输是我们两个都画哦。当然啦、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对对。啊！但是你们两个找东西只能一个去找，你们两个都跑去找，对，不行哦。啊！一个人哦。对啊，这样才公平的、啊、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刚刚我的粉丝，刚刚我的粉丝说，如果我赢了 ，Candy 啊，他说如果赢了，我可以唱耗子的歌。他觉得这，我觉得这提议不错。嗯。但是我没有在听他的歌，我不太会唱。不会唱，要死了，要死了。好了好了，那谁先出题啦？你呀、啊，对你，我先啦、啊。对啊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要抢，哎、欸，有点被你卡住。那、啊、你们两个谁先讲好？你们两个谁去，谁去找？可以轮流吗？有时候是他，有时候是我。对啊，对啊，可以吗？哦，是因为你们的吨位关系怕喘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因为有的东西他不知道放哪里。有的时候可能他知道，有的时候我知道，这样。对。那不行，这样 啊, 啊，这一轮就是谁，下一轮才能换另外一个。啊，好了，可以啦，轮流啦，轮流啦，干单啦、啊、干单啦、啊。好啊，那你先讲。好，那准备了，我要出题了，一人3题啊、哦。好，可以吗？好好，要奔跑。好，我看谁最快啊、哦！我第一题先出简单的。好，我先。很简单。好。很简单。因为现在大家都宅在家里面，所以呢，用餐啊，做菜很重要。嗯，围裙一件，就这样。煮菜的围裙，我家没围裙。围裙，没有围裙，我没有围裙啊。太逊，好好好，这个改一个，我改一个。哎哎哎，郭庭云，郭庭云，我改一个，两个围裙没有，没有，我改一个。OK，OK、OK, OK、哦，嗯，来，那个炒菜锅一个，
煮汤的锅一个，煎席一只，开始。好，快快快快快！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一个，好快。十一。好了，我加十。这种的，不好意思，担心。六。煮汤的呢？好吧。哎呦，太快了吧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哎呦，三！哎呦，厉害哦！二。哇塞！非常的一击，刚好压秒，压秒，压秒！我输了。你最后一个哎、欸，大家说你没有拿好吗？你有拿完吗？这里啊。煮汤跟炒菜锅。啊，珍惜耶！我蔡先生，啊，你家的炒锅子那么大、啊，不是他放的太前面了吗？哦，这是珍惜吗？嘿，珍惜。我家没有那个。哦，你的东西蛮标准的哦。可是我最后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家比较大一点。而且真的太大了，你自己那个外面的厨师大火在快炒的吧？好。好累哦！哎、欸，你看那个，你们家是厨房嘛？很远是不是？怎么跑这么久这样？蛮远的。蔡家珍家比较大啊。徐福凯，我刚误会你了，一家差50平，所以跑很远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郭婷宇得一分哦。耶、yeah! ！好啊，还是我们积分制。积分，这样第二名才有机会。好，我跟你讲哈、哦，我跟你讲、哦、第一名郭婷宇2分，许富凯1分，好不 好？蔡家珍0分，蔡家珍0分，就这样。等一下，第一名2分，第二名1分哦，第三名没分。东西要拿回去放吗？东西可以拿回去放了吗？你就放旁边就好了嘛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放床上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放床上，放那边呗。没关系啊，放当道具了。换谁？好、哦，再来。那换人家换。再来哦。哎、欸，很简单哦，注意咯，出题目还是你吗？啊，对啊，一人出3题啊，我把它出完没、哦？好不好？哦、听好了，坐下来。我要4张唱片，够。4张，随便，4张。哎、欸，不换能跑啊？12、5、11、哎呦！许富凯最快耶、欸，蔡家珍你最慢耶、欸，你家真的很大的、哦、我家很大，不好意思啦。我看一下那个，我先看一下第一名那个许富凯，你拿了5张都是你的吗？不是4张吗？没有，都别人的。哦，4张了，我说4张，但都拿别人的。你有收集人家的唱片？对。那个我们的粉丝洋洋说，郭婷宇你坐好好不好？刚差一点曝光了，能看吗？不知。我在库区。OK， 那个彭正他拿的是拢住回头嘛？拢住新乡。啊，对了，叶星瓜拢住新乡。蔡家珍拿的都是自己的专辑，还有浩子哥的、周杰伦的、蔡依林的。哦，但是你跑最慢。因为他家很大。傻眼。傻眼。我有帮你们计分哦。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一直记录下去吗？我还有空记你们的吗？好，最后一题哦，最后一题来了。好，换你。好，所以我是2分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你现在跟郭婷宇平分。好，得去啦，来哦，听好了。你们等一下可不可以跑慢一点？很难呐、啊。好，来哦。我要。你要什么？你要。我要。3件或3种粉红色的东西 ，Go！ 粉红，我最喜欢粉红色。粉红，哎呦，太快了吧，蔡家珍！哎呦，3种，我好，好好好，我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啊，刚第一个跑回来的是蔡家珍，蔡家珍，你拿什么？哇，女生粉红色真的很多、欸。那个化妆品，化妆包嘛、啊。化妆包，我跟你讲，你化妆包就，哎、欸，蔡家珍，你化妆包就放在你面前就好了，啊、因为你等一下要化脸的话比较快，比较方便。然后这个是、欸、
这个是瑜伽垫。哦，瑜伽垫，这好像红色的。红色的。好，瑜伽垫。啊，这个是我折的鹤啦。鹤哦，哇。对。千，好，鹤鹤鹤，阿内鹤，阿内鹤沙憨，来，第二名是许富凯。许富凯，你的椅子是粉红色的，还有刚那一个是杯盖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那个手机是什么？手机壳啊，粉红色啊。粉红色，看不太出来呢。这个哦，是淡粉红啊。好好好，好，那郭婷宇，因为你是最后一名，你拿什么我就不在乎了。不在乎了，不用了，没有了，不用了啦。哎，你老公的衣服就是粉红色啊，你不会脱他的衣服？你注意啊。对呀，找两样就好了，你不会自己脱老公的衣服进家？哦，真的是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家都粉丝都在讲。对，好了。来，阿穗现在换谁出题？哦，那就换郭婷云好了。我们这样子顺时针好了。来哦，三题对不对？好，来。欸、对对对。好，来第一题喽。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先问，数量有限吗？有啊，15秒，你不要太夸张，说找50个嘛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那就不要好，那就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你看我刚说3个、4个而已。好。5个还好吧？怎样啦？好来，你讲啦，你先讲第一个啦。5个什么？第一题听好了，我们要5个用了会臭的物品或东西，用了会臭的，用了会臭，5个用了会臭的东西，物品也可以，例如什么？好，开始。会臭的。13、12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翔哥最后一名耶。5、4、3、2、1、0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啊，你最慢。你最翔哥，你最慢，不好意思。翔哥最慢。不是，我刚要走到我们门口，要走很久。你家是几坪？翔哥，你家是几坪？等一下，5个哎、欸，5个啊，5个啊。举富凯第一名，不是5种品项吗？没有讲5种，他说5个，是随便你，随便5个，快凑来啊！对，难怪我拿那么久。蔡翔第二名，你的话拿什么不重要。哎哎、欸。欸欸、我真的拿5种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还拿垃圾桶来哎、欸！拿什么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看。不是、啊，第一种是垃圾桶啊。拿那么大干嘛？啊，衣服用了也会臭啊。对。啊，袜子穿了也会臭啊。对。啊，鞋子穿了也会臭啊。我拿招。对，我想说要不一样的。哎、欸，很标准哎、欸，但还是没有分数啊。重点是蔡家拿什么啊？我拿水壶啊。哦、会臭，对，会臭。哦，会，没有洗会臭。高跟鞋、拖鞋，还有垃圾桶。哦，对，蔡家真的脚很臭。你拿什么？真的，那个袜子对不对？袜子放久了会臭啊，没有洗的袜子会臭啊。许不敢，你都拿袜子吗？对啊，这么简单。对啊，太过分了啦！哎、欸，那翔哥分数对不对？你记分数对不对？还是我们要记？好，我记，我谁2分？那个才2分，蔡家珍1分，你0分，哎，对，许富凯2分哦，惨了，我觉得我会被画脸呢，准备了吗？还没到最后还不知道，好，我记好了，必须欠说我是去跟管理员借哦，对，我有看到，等一下哦，好了，预备哦。什么东西？简单的哦，简单的、哦，简单的。分题。拼速度。送分题哦。来，我们要听得到吗？我们要听得到吗？好，我们要6颗生鸡蛋，6颗，赶快去。什么？讲什么？6颗生鸡蛋呐、啊？还这么慢？哎、欸，玩真的好累哦。哇，好快哦！你家是养鸡的哦？啊，
你又回来了。你应该把你化妆包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不止给你升鸡蛋，我还给你皮蛋，我还给你皮蛋。不行啊，皮蛋不是生鸡蛋啦、啊。生鸡蛋，哎、欸，数量拿好哦。六颗。两个，两个，那个蠢蛋，你那边几颗？徐富凯，你没有六颗，他们装蒜。六颗啊，六颗。不行，都要白色的啦，都要白色的。乱讲。黑色。嘉诚，你拿几颗？你拿几颗？蔡嘉诚。一二三四五，对，没错。好，两个。我觉得。两个，我就问你，你家到底有多大？等一下。没有，没有很大。我觉得你这一个题目出得很好，很重要，因为它让我知道我家只剩下四颗鸡蛋，我明天要买蛋，不够，因为防疫期间哦，超商不容易去。这题目出得好，对，该补了，真的。所以，许富凯，你又是最后一名，登记一下分数，谢谢。许富凯两分哦，对。210一样一样，跟上一轮一样，很好记。哎、欸，我不想玩了，我想要下线了。哎、欸，是你替我们来的、欸，不行，玩的呢？想下线。好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。好，最后一题。这个。那这样就好，不要为难他们。对啊，为难我们。好，这一题数量很少。数量很少，听好哦，题目有点长。我要两个圆圆，形状是圆圆。等一下，没听到两个什么圆圆。我要两个形状是圆圆，拉开又黏黏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圆圆，然后拉开又会黏黏的东西，两个。对，圆圆拉开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已经好了、啊。好，等一下，预备。你那个不是的。拉开。拉不开。你那个不是。我这个不是，两个圆圆拉开。两拉开了怎样？拉开。不是，哎、欸，已经有人拿对了、欸，哎。对啊。蔡嘉诚，你拿的是胶带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就是胶带，圆圆拉开，黏黏的啊。哎、欸。翔哥，你跟许富凯现在是不是应该赶快去跑去找胶带？等一下，好远哦！哎、欸，我太强了，我反败为胜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随时有胶带啊？重点，我就放旁边啦。挖机也可以，挖机远远拉开又会黏。哎、欸，我拿到了。你不是？哎、欸，两个，翔哥。我只有一个。你要两个。我输了。没关系，翔哥先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有两个。哎、欸，许富凯一个哎、欸。啊，许富凯这一个。而且他还流血了，你看，他跑到跌倒。你怎么跌倒？没有被割到了。为什么被割到、啊？你被什么割到？拿那个要拿东西的时候被剪刀割到。真的假的？还好吗？有没有怎样？没事啊，就这样子啊。你刚好去找那个圆圆黏黏的，是 OK 蹦那种，有没有圆圆的那个透气胶带，赶快粘起来。对，你看透气的也可以啊。好，没有，我就一个。好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怎么样？哎，就这样啊，没事啊。圆圆那个 OK 蹦，圆圆那个 OK 蹦是什么啊？闹场啊！我们家的小孩啊，我早一跑出去。他很匆忙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爸爸，你在干嘛？”我又没有办法，我没有时间跟他们解释。然后我现在又很关心许富凯，他的手又受伤了。对啊，还好吗 okay, ？OK， 还好啦，就这样了。哎呦，卫生纸粘住啦。哦哦哦。哦，那我看这样，我们今天比赛就不算了，算了啦。不行啊，我们跑那么辛苦。啊，那蔡家，那这一 round 算我是第一名嘛？没有啦，我啦，对啦，我，啊，你第二啦，对，真的、哦，我第二、哦，对啊，因为许富凯数量只有一个，所以这一 round 是他输，对，所以这一轮是许富凯四分，啊，蔡嘉诚五分，有啦，
我有记啊，现在徐富凯已经 total 八分了，啊、蔡孝生四分，你一分啊，你一分，对，啊，一分，就是我们出题目这一 round 翔哥就一分，对，好啦好啦，没关系啦，我再找找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就，就等一下就不要再上线好了，好贱哦，好了，好，那徐富凯你受伤了， yeah. 那现在换你出题，你不要跑，好，紧张死了，好。第一题哦，听好了，好了，我要遥控器六个，啊，遥控器六个，什么嘛？嗨，各位晚安，赶快叫你好朋友看一下 IG， 有没有？哎哎，我回来了，我第一个哈，哎，我第一个啊。哎，我第一个哦。来，说一下。你们先去旁边啦。你们先。我要看你。等一下再看。哎哎，我第一个啊、哦！哎，我第一个。来啊，第一个翔哥哦，第二个嘉珍哦。哎，你看哦，电视遥控器哦，冷气遥控器哦，嗯，安博遥控器哦，阿哥我电动玩具遥控器哦。厉害。好不好？郭天宇，你几个啦？我已经拿六个了，然后我还一个，我没有拿到。加成第二个啦，加成。谁第二名？有一袋不要的遥控器。加成。我想看。加成第二名，那加成第二名是一分嘛？哦，好爽、啊。然后那个我是第一名嘛？对对对。五分嘛、哦，嗯，两分呐、啊，什么五分？好，表现很好。好累哦。好，你有动力了哦。好累哦。那第二题喽。第二题。第二题有点长哦。好。哦。我要叉子三根，汤匙四根，筷子什么什么什么三根？什么什么？等一下，不要跑哦！吃东西的叉子，哎、欸，叉子三根，对，汤匙四根，汤匙四个，就这样。筷子八根，什么东西？筷子八根哦，筷子八根，快去快去！天哪！哎、欸，抽屉，第一个抽屉，汤匙不管。要命了！何子月，我不知道我的。有没有到？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好，好，又是翔哥第一名啦，我们输啊，算的啦，算的啦，不用拿了啦，好的啦，你们好，你们先拿了，各位，哎，筷子哦，汤匙、叉子哦，哎。厨房都快搬完了，好，第一名。我们等一下，不是我们等一下玩游戏，我这个空间会很难整理，东西太多了。太多。好，蔡嘉珍是第二名，是不是？对。对。哎、欸，我在想说，我们是不是差不多也是可以休息了？这一 round 开始，就我也差不多要先下线了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有有没有自信啦？哦，有没有自信？哦，他拜托、欸。对啊，来那个许富凯最后一题。好，最后一题。好，来了。比较简单一点的好不好？简单一点的。好。蓝笔三支，黑笔两支，红笔三支。真的简单啦！简单，蓝笔三支，黑笔两支，黑笔两支，红笔三支，红笔三支。哎哎哎，来了哈！哎，来，蓝笔三支哦，黑笔两支，红笔三支。有，拢伫遐诶，诶诶，拢伫遐诶。几家？红笔三支啊，好有哦。好破二哦，拢伫遮吼。哦，红诶吼，乌诶吼。翔哥第一名呢。
哎，哪一只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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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只要搬了？看一下。不用玩的啦。美女色啊，美女色，哪女色好挑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嘞？是我们要输了吗？对啊，对，你们要输了。对啊。那个，看一下，有加灯，有加灯，有。看加灯第二名。好了好了，阿翔第一名。加灯来弄。OK。哎，现在大家分数差不多，分数差不多，那我们应该是轮到最后一位出题者蔡家珍要出题。我，换我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线上的粉丝都一直讲加油加油哦。现在谁的分数最低啊？现在谁的分数最低啊？郭庭允啊，小郭啊，小郭三局都没有啊。什么鸟啊我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，等一下哦，你等一下哦。他们都说阿翔有小帮手，其实旁边的小朋友他们是在旁边嘻嘻哈哈闹闹，没有错。但是这一盒，刚刚徐富凯有看到，我这些签字笔都在里面，这一盒是我自己一拿就可以拿得到的，这不是小朋友帮忙的 ，OK？对，我们很公平的，不公平。小孩子不会说话，小孩子不会说。笔是我自己拿的，你不要这样讲。没有，因为有人在说，我说这个笔是你拿的，我说这是我自己，而且你这个也拿不到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请蔡家珍。好。哎、欸，你要他是定格呀？哎呀，不讲话呢。啊、哦，换我是不是？换我好。你出题了。我要听好哦。我先吗？我要四条湿的毛巾。湿的毛巾。湿的毛巾四条。这一题我先 OPA 好不好？这个是厕所，然后。这一条我 OPA。你家没毛巾哦？有啊，我家只有一两条而已，我家没有四条毛巾。哎哎哎哎哎哎，当地的哦，当地的，当地的。要拧给你看吗？要拧给你看吗？我刚好下面卫生纸嘛。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有。哎哎哎，撕掉！哎哎哎哎，来啊来啊来啊！每一条都撕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没有赢吗？撕的。你们第二名啊，我最输了。为什么你家没毛巾哦？没有毛巾。你为什么家里没毛巾？只有两条了。那你地址给我，我送几条过去嘛。哪有人送毛巾的啦？哦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，那个小郭嘞？有啊，这边他在哪？有一条，有彭镇代表啊，嘿。有两条，三条。好，可以。谁是第二名？郭庭允啊，我最输啊！好啊，哇，我要加两分了，我信心都来了。好，那个，好来，好再来，好，家里越来越乱了哦。我要四个盘子，不同形状的盘子，四个。我真的会杀了你！爱你哦，妈妈。哪里有四个不同盘子啊？上面打开，上面打开，上面打开。爱你哦，妈妈。快！上面呐、啊！哪里？上面。这里有。不同形状。来！怎么会不同形状啊？不同形状，我跟大家介绍。不同形状的盘子。不同形状，因为我有在做菜哦，我有在做菜哦。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可以到 YouTube 搜寻“今天想什么”。我有做早餐，还有做菜给大家看。来，一个鱼形状的盘子。留言超好笑，你们会亮。哎，钻石形状的盘子。这个是圆的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锅子形状的。好。OK。
哎、欸，我还好，还好，我们一 round 做三题，这里真的很乱。好，谁第二名？谁第二名？没有人第二名。哎、欸，好像是傅凯哎。可是傅凯都远的嘞，都远的啊！我只有不同行的没关系啊，大小不一样没关系啦、哦。我不同。啊，你才三个。没有，四个。啊，许不那个蔡家珍看啊，看谁是第二个回来的。我最后一个回来。许傅凯，翔哥是第二个。哎、欸，傅凯刚好像是第一个、欸。我是第二个。哦、我是第一个。傅凯是第二个，翔哥是第一个，那个郭婷宇是最后一个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它、啊、形状是怎样？就是不同形状啊，不同形状，不同大小啊。不同形状，你那个算了，你那个可以啊。啊，许傅凯算还是我算？你们都算啊。啊，所以我还是输了、啊。对啊，因为你最后一个啊。哇，我要拿一个进来了啊。好，我第二名怎么样啊？你们搞定了没有？第二名跟第一名哦，下一个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许富凯要跟我追第一名哦。好，我第二名就好了，第二名就好，不用第一名。最后，那个最后一题，我要十个衣架。对对，打开就有，打开加油，加油！哎哎哎哎，加油！这个很简单啊，送分题哎、欸。送分题，哎呦，大家都一样快耶！十个，我第一个、啊，大家一样快。许富凯第一个，翔哥第二个，郭天宇第三个。为什么我要第三个？我要第三個，你怎么跑那么慢？你可以跑快点嘛！我第二个，对，翔哥第二个，真的假的？啊，你有拿富凯第一个？啊？哎、欸，我说富凯太简单了，一下太简单了。啊，你那个许富凯，你看。出的题目出得很好，他现在开始整理衣架了，平常都没在整理。你看我们拿出来是这样，他拿出来是那样，很慌嘛，这。好了，哎呦，所以，哎、徐富凯两分了、哦，好累哦。徐富凯两分，我一分了、哦。哇，心好累哦。哎、欸，这个顺便。那我要公布分数了耶。嘉令说，嘉令说许富凯第一名，阿翔第二名哦。哎，没关系啦，我这边是计分。我想现在谁第一名，谁第二名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既然大家都想说许富凯第，哦，阿米欧卡达啊，各位，我们有个裁判哦，裁判记的分数跟我一样哦。阿米欧卡达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有、啊。阿翔12分，许富凯11分。蔡家珍9分跟我记的是一样的，嗯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郭婷云4分，好不好？画脸，你们媒体有准备好了吗？刚刚不是有什么三支黑笔、两支蓝笔嘛？那个都是帮你们准备的，不是？对啊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啦。所以先啊，要去拿眉笔哦。对啊，赶快啊！哦，还是眉笔呀，眉笔、口红都可以，眼影也可以啊，什么的都拿来。我帮蔡家珍你的化妆包这样子往上拿，看他能不能从下面这样拿得到。好哦，他说是想要看我们混乱的家，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。有一个粉丝说，我们现在你们现在地上有很多东西吗？对。很乱，你们先，我先来哦，现在是杯盘狼藉，我先来哦，一个一个来哦，啊，我从盘子，然后从衣架，那我的鸡蛋还在那里，你说盘子，对，然后我那个餐具都还在这里，你还准备口罩哦，哎、欸、对。好，满桌去，要去。哎、欸，我看完我家的地上了，你的眉笔还没拿回来。那个谁，许富凯，对吧？应该不会要欧北单了、哦、哈，应该不会要欧北单。啊，所以现在要我们互画、哦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要有主题吗？主
我们要说，我们可以说你要画哪里吗？还是我们要讲要画哪里吗？一个人出一个画脸的啦。好，第那个蔡家生先讲嘛，第三名先讲。口红画眼睛两圈，眼睛两圈大大的圆形这样子。两个人都是。对啊，两个人啊，一起。两个人都是。对啊，你们两个都有去找哎、欸。刚刚如果说一个人找，我就只画一个。最好是啊。对啊。喝咖啡色的。来了，嘿，来哦、欸！大家想要看洪正还是郭廷云脸被画哪里的，啊、都下面留言留起来哦，很快哦！哎、欸，好看哎、欸，好看好看，可以哎、欸，好看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样很有型哎、欸，还有我是不是？哦、当然，两个你们两个都有找。我没画那么多圈呐、啊，反正到最后都要卸掉的嘛。好，哎、欸，好看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以哦，可以啊，不错啊。哎、欸，我下大集合我就画这种妆。可以可以，好，下面有人留言比较好看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粉丝有在留言，我都有看到，我觉得他们 idea 不错。徐富凯，你要他们画什么？那个这边两颗黑黑的。那不就要用眉笔啊？可是眉笔好像不刚好画上去。那个鼻孔画大一点好了。可是眉笔就用眉笔，以前那是就大哎。不要紧啊，阿伯你可以签字笔啊。要求我叫人家拿签字笔哦。你那个眉笔怎么那么浅啊？哎、欸，你们两个怎么不一起帮互相对方互相画一起画？哎，这个可是因为眉笔不同，不同颜。你用眼影嘛？他说要用签字笔啊，签字笔比较那个啦，明显。最后用酒精卸掉就好了啦。对啊，而且家里面现在最多就是酒精了。用签字笔画，他直接搞歪了呀。真正是真正够勇的啦，安尼袂使啦。阿个算着算较大条的啦，我见了。好漂亮哦，郭廷宇。啊哦，好看呢。对。可以哦。蛮时髦的哎、欸，你会带出一个那个哎、欸、新的妆容哎、欸。维尼说：“老婆是靠脸吃饭的、欸。”哦。洋洋说卸不掉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就一直这样，反正现在又出不了门。对啊，过几天就会掉的啦。坏死了！对，大集合说对啊，他打的真的是签字笔，吓我哭了。为什么很痒？是不是？我笑到了毛油啊！好了啦。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画成怎么样，你们真的。要挟我？好了啦！哎、欸，你们不要吵架，你们两个到最后不要等一下下线就吵架。等一下，我看他还没画。哦，我妈妈很凶哦。哎呦！所以这是他们打洞了啊，这样就好。啊，这是他们以后再也不敢一起直播了。好像流鼻血干掉的结块，有人这样说。好好，很好哎、欸，好、啊、不错呢、欸，错、啊，好、啊剛剛，有人说画成杨婆婆啦，这边要画几个那个皱纹，这里杨婆婆这样，皱纹要画，你告诉我皱纹，啊就黑，对啊，这样然后那尾字笔啊，就是这样吗、啊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啦，大家都有去上凡哥节目嘛，对了，你们两个等一下自拍一下哦，嘿嘿嘿。好，可以可以。有人说不要吵架，直接打架。哎、欸，都没说、欸。看来对方这两个人深怨啊，这个是怨恨很深啊。好 ，OK。OK， 好好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好，嗯，
啊，那个蔡家珍，你还要他画什么？我们一共一个人讲三段，把他画到满，是三个啊？没有啦，没有了。还有什么啦？我觉得这边可以画一点那个胡须，哎，就是这边整个胡须，哎，从这边开始，从这边络腮胡啊，这边从这边络腮胡有没有看过？从这边画下来，然后一直这样画下来，啊，这边太阳。等我一下哦。哎呦，就这样。哎，这样哦。我被下次遇到郭天宇被打。哎，这个，哎，我这个先把它修容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OK。张彩有办法凸显。哦，对了，对，络腮胡，从太阳穴这里，妈妈，太阳到这里。戴嘉诚，你下次就不要给我输。以后不要，我不要玩这个游戏。好，来来。有事没事，我点进来干嘛？来来来。生气，生气，等下打哎呦。哎，欸，你这句话下去就整坨了，对不对？猫王那种是不是？猫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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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。我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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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。哦，好，哎，最正的，今天最正。OK 哦。你一生下来，今天是最正的，你知道吗？屁呀！老郭，可以，可以，彭总，等一下，彭总，彭总，等一下。我们要求一边就好了，因为他等一下拍要侧脸，这样我就一整面我都看到。哦，我要求一边就好了。一边啊，一边就好。对 对，不是一边就好，就那一边就好了。啊，现在换郭婷允画彭正的啦。我看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哎，漂亮。对啊，就侧面这样很好看的。啊，现在郭婷允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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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彭正我不是画这边的。画哪边？他也不是画这边，他是画中间这样子，高速公路这样一条啊嘞。哎哎，从刘海这边开始。哎哎，对对对，许慕凯说的。额头嘞，就从这边开始啊。啊，对，额头一路下，一路下来，莫名其妙的一条。哇，这样很像原住民朋友哎。啊。泰德克巴莱哎，彭正。你不要乱讲，会原住民朋友会生气哦。你这样乱搞，对不起哦。哎，好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。OK， 这样很好看啊！哎，你们两个，等一下，你不要乱讲话。那个郭天宇，你侧脸一点。哎，啊我，哎，我截一张图，哎。变小了没？做个那个拍照，我教你的。哎，你们谁可以帮忙截图啊？来，一。呀，出来截。你截完图了吗？嗯，啊，这样好了啦。这是俊男美女。这样好了，那截图完了，那麻烦你们我们的这个各个粉丝团都 po 一下这张照片啊！哎呀，我们一起帮忙，哎呀，对啦，啊，你们自己也要碰啊。不是，我们的粉丝团要 po 这个照片。对对对，你就 po 这张照片，你要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说什么？你就说游戏真好玩。祝福蔡家珍可以拿奖啊，祝福许富凯或浩子也都可以拿奖啊，收看 YouTube 频道今天想什么啊，支持我啊，你们的唱片就不用讲这样，对好吧？好坏，坏死了，这样子啦，对啦，大家都有那张照片，等一下许富凯发上来给大家一起放嘛 ，OK 啦 ，OK。所以可以啊，惩罚就是。哎，我再截一次好不好？我再截一次。好，再截一次，再截一次，再截一次啊！那个侧脸，侧脸，侧脸，侧脸。好了没？等一下，再一次。好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。好好好好。有了。好哟，谢谢哦。哎，好玩哎。有人说，哎，谢谢徐富凯，哎，谢谢嘉珍，哎，谢谢翔哥，赖慧茹也上来了，谢谢翔哥，赖慧茹说上去了，要不要录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问我干嘛？你问名字啊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刚刚有一度快要吵起来，真的，这个游戏不适合夫妻玩呢。哎呀，他们你们应该以后一个关直播。吵架，欸，不打起来。我觉得关直播那一段比较，会比较精彩。
好啦，谢谢大家陪我玩啦，謝謝。我今天想说第一次在 IG 开直播，以后有空的话我就上来，常常上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。那、欸啊、你不是要唱歌？对啊，不是，我也没有出歌，我唱什么歌？我希望这个大家一起，对啊，收看我们固定的节目就好了。综艺大集合，综艺新时代，然后 YouTube 那个闹着玩，还有今天想什么，这样就 OK 了。谢谢大家给我们支持啊！万万人米八八啦，万万人米啦，没啦，嘿，贵天八八。冲啊冲啊，加加加，秀啊秀啊，哈哈哈，哟啊哟啊！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样不行啊，因为这太小了。我这种动感的，我一定要跳起来。这里太小，没办法跳，改天再跳，改天再跳。让整个框给你，你直接。你唱完，你再自己关播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好，谢谢大家啦。谢谢。OK， 好不好？好的，哎，要怎么关啊？现在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你们就先退出好了。对啊。好啦，拜拜。我们先退出吗 ？OK， 嘉贞，谢谢哦。郭婷宇、洪贵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然后，然后我经纪人跟我说啊，结束之后要记得把这一段截取下来，要放 IGTV。然后我不太知道怎么用，糟糕。赖慧茹，你没拍戏吗？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可以上 IG 啊？我去把他这一段刚刚的比赛都放到 IGTV 哈，谢谢大家哦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聊哦 ，OK， 拜拜，大家记得收看我们的节目哦，谢谢。